欢迎收看106年12月14号的港都新闻，我是罗少君。新闻一开始，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高雄市议会为期80天的定期会圆满闭幕，议长康裕成感谢所有议会同仁的努力，不但完成总预算的审查，更让高雄市议会获得全国议会评鉴的第一名。争取呼吸干净的空气，12月17号将有民间团体走上街头抗议。高雄市议会集结来自民间的政党团体代表，共同召开记者会，希望表达对抗空污的诉求。瓦斯行送来的瓦斯钢瓶竟然是过期的，消防局表示可以当下要求业者退换，或者事后检举。消防局也会定期到瓦斯行检查，不符合规定者可裁罚2到10万元，以维护公共安全。首先关注到高雄市议会为期80天的定期会在今天圆满闭幕了。议长康裕成在闭幕致辞中特别感谢所有议会同仁的努力，不但完成总预算的审查，也包括各项府会提案。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呢，高雄市议会更荣获全国议会评鉴第一名的荣誉。府会首长率领议员同仁和市府官员隆重出席最后一天的定期会，议长康裕成宣读这次开会最重要的任务，审议市府107年度总预算案顺利达成，也为这次定期会画下圆满的句点。我们总共审议了市府提案104件，58件的报告案，8件的法规提案，议员的提案多达670件，也有1件人民请愿案，1件机关提案。以及决算案跟所有的预算，谢谢这个会期来大家非常辛苦的共同努力审议各种法案跟预算。康议长进一步表示，为期80天的定期会虽然过程中难免因为立场和观点不同出现冲突，但是都能化解僵局，把人民交付的任务完成。最值得欣慰的是，在全体议员的努力下，高雄市议会的表现也获得全国市议会评比的第一名。为了让全体市民都有参与的机会和管道，明年市议会将公开更多资讯，满足市民知的权利。全国的大学教授做各县市的议会的评比，高雄市议会荣获第一名。不管是在问政品质、透明度、资讯的公开，种种都是名列第一。那也表示说，我们过去3年来致力于资讯公开，让人民参与的这个角度是对的。所以我们未来明年还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次定期会审议通过的高雄市107年度地方总预算案，岁初为1291亿元，债务还本为37亿元。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为了争取呼吸一口干净的空气，12月17号将有民间团体走上街头抗议，而这也是今年第3场的游行。高雄市议会上午也集结了来自民间政党团体代表，共同召开记者会，希望表达对抗空污的诉求，尤其是针对排放大户，要求政府必须拿出魄力，才能落实改善空污问题。大声呼喊口号，就是要表达对目前空气污染的不满。来自大高雄地区的团体代表集结在高雄市议会召开记者会，希望透过更多公民团体的参与，向政府提出争取呼吸干净空气的诉求。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相对的补助，争取更多的补助来给高雄民众一个最基本的呼吸权？好，比方讲我们室内的运动是不是可以多一些补助？短时间之内，我们也知道这些工厂它不可能马上就去解决这些问题嘛。但是长时间，我们还是希望说，除了这些调节式的做法之外呢，这些工厂也能够要花点钱去改善自己的一些设施。希望说它是一个全民的，不管你是什么政党，不管你是什么职业，或者你在高污染企业上班的员工，我们一起来面对我们的问题。那至于说大家会担心的问题，包括二星城的老车的，你怎么处理？我们来沟通，减量要减量。二星城无罪，空污有罪，二星城无罪。值得注意的是，一群热爱古董车的车友也站出来，他们要为二行程机车就是最大移动污染源的说法提出反驳，认为造成空气污染最大的元凶是工业排放，呼吁政府要针对问题解决，不要再污名化二行程机车。那高雄市已经减少了136000台，那你以 1.15% 去换算高雄的话，高雄根本不到 0.35%。那你为什么不去正视99%、98%的那些大的污染源呢？
答案就是因为你不敢对抗那些大鲸鱼，只会拿这些小虾米去出气。不满空气污染严重，环保团体将在12月17日再度走上街头，这也是今年第三次大型的空气污染游行抗议，希望唤起排放大户的良心以及政府的魄力，争取有个干净的天空。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瓦斯行送来的瓦斯钢瓶如果是过期的，您会如何处理呢？消保团体就接获这样的案例，并向市府消防局反映，消防局则表示可以当下要求业者退换或者事后检举，消防局也会定期到瓦斯行检查，发现逾期钢瓶可以裁罚2到10万元，以维护公共安全。送来民众家中的瓦斯钢瓶，上面的检验日期竟然是104年5月30号。民众当下觉得逾期2年半的桶子放在家里不安全，向消防局反映，却因为没有留下地址，消防人员无法到场处理。掌握第一时间的机制，才弥补到商店去查核查不到的时候的一个弥补，而不是一成不变。我就是没时间，那你只能怎么做？消防局表示，为了使用瓦斯安全，发现瓦斯行送逾期钢瓶，第一时间请拒绝付费，并且请业者重新更换合格钢瓶之后再付费，或者事后才发现的话，可以通知消防人员处理。消防局也会定期到瓦斯行检查。他如果去不送验，然后把这个瓦斯钢瓶躲藏在某个地方，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消防单位是属于行政单位，我们不是警察单位，并没有具备司法警察的一个身份，所以有的时候在取缔上他有他的一个盲点。另外消防团体也反映，业者自定使用过久要加收费用，以及要求消费者自购钢瓶又不开收据等种种乱象，希望政府能够修改定型化契约以保护消费者。自始至终都是业者的设备，所以消费者所缴的只有保证金，那因为保证金将来不用，钢瓶还给消费者的时候，业者必须把保证金退还，但是业者都来这一招，不开收据。消保团体认为，光是以裁罚的方式还不足以遏制逾期钢瓶到处流窜，要求瓦斯钢瓶在装罐时就要过滤逾期的钢瓶，消费者也要勇于拒收或检举逾期钢瓶，以确保消费安全。港都新闻林庭阳、磊昌邦采访报道。耶诞节对台湾的原住民来说，也是一个相聚同乐的重要节目哦。市府原民会特别在原住民故事馆举办驻馆工艺师创作联展，以及原住民部落大学年度成果展。12月23号还将举办耶诞嘉年华舞 party 活动，欢迎市民朋友一起来故事馆热闹一番。原住民故事馆正在展出驻馆工艺师3年来的创作结晶，像是工艺师周淑英创作的原住民蓝染，打破一般人以为蓝染出自客家的印象，而在联展活动中将运用特殊的染制方式让民众来体验。所以呢，那一天我们会先染好一条小方巾，是全部都是蓝色的，然后再用让民众呢体验把这个蓝色拔起来变成这样的一个图案。好，我们会提供那个特殊的那个试剂，就是我自创的一个手工型的那个拔染剂。另外一位工艺师古淑花擅长十字绣，将布农族的板栗绣制在婴儿背带上，凸显布农族对婴儿祭的重视。在联展活动中，也将以红绿黄的原住民3原色编成幸运手环，让民众来体验。我用红黄栗，主要是说亲子，说让比较小一点的小朋友呢懂得红色、黄色、绿色，一直重复编成一个手环这样子。除了驻馆工艺师创作联展展至明年2月28号之外，原住民部落大学年度成果展也将在12月22号到24号展出。为了让无法回部落过耶诞节的族人也能够在都市里欢度耶诞，12月23号当天，原民会也将举办耶诞嘉年华舞 party， 增添耶诞气氛。在12月23号，我们有一个原住民的嘉年华的 party， 我们邀请我们青年乐团，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些歌手来办理这样活动。我们也搭配我们故事馆的一些产销的计划，我们有针对假日市集这个部分，我们都有设计一些比较新颖，针对圣诞节这段时间的一些活动。原住民故事馆集结原住民产业，让原民工艺师和部落大学的学生有个创作展售的场所，趁着耶诞节来临，来原住民故事馆参观工艺品和欣赏歌舞表演，炒热原民风味的耶诞节。港都新闻林庭阳、赖昌邦采访报道。
继今年四月庆祝台铁130周年推出火车造型水大受欢迎后，中华邮政为了庆祝花莲玉里镇建镇百年，也与台湾铁道故事馆合作，设计出一款全台唯一的行动邮车造型水。由于玉里是目前台湾唯一保留行动邮车的乡镇，因此行动邮车造型水一推出就大受欢迎，部分所得也将捐给花莲偏远地区的弱势民众。绿色瓶身上面还有一位邮差宝宝竖起大拇指，超级卡哇伊的设计，连小朋友都爱不释手。原来这就是中华邮政为了庆祝花莲玉里建镇百周年推出的行动邮车造型水。今年刚好是玉里镇那个他们百年那镇的玉里那个百年的庆，我们限定开卖款哈。那我们中华邮政特别配合玉里镇百年的这个庆祝哈来。发行这个造型水的那个文创商品。之所以选择玉里建镇百周年推出造型水，主要是当地保留全台硕果仅存的行动邮车，每天提供玉里镇民邮政及储汇服务。而造型水的瓶身设计也很有巧思，车头是杯子，车身装满矿泉水，合起来就是可爱的行动邮车。那这个地方特别跟那个我们的乡亲要特别提一下，你买的时候不要马上把它喝掉，你一定要跟他照个相，而且要把它当作打卡一样，在网络上给他穿一下、赖一下，跟那给你的亲朋好友知道一下。哦，你如果今天有产品的造型水吸着这个香哦，你一定要去买一组照个相哦。一个要重试，没有的话10万整。卖完就没。台湾铁道故事馆继跟台铁合作推出火车造型水后，这次设计出行动邮车造型水，除了保存文化价值，部分收益也会捐给花东地区的弱势长辈。购买了之后呢，部分的营收呢，我们会捐出去做公益，包括捐助花莲那边偏远地区的老人家等等的一些关怀弱势的协会。行动邮车造型水限量10万组，网络预购不到几个小时就卖出3万多瓶，可见小绿邮车魅力实在无法挡。中华邮政除了鼓励民众收藏外，也希望借由购买造型水一起来帮助弱势族群。港都新闻李嘉龙、罗少君采访报道。要活就要动，不只是现代人的养生秘诀，对长辈更是加倍重要。红道老人基金会就特别结合了翠屏里和秀昌里的长辈，一起表演挥金钩行动剧，而且是表演给幼儿园的孩子们看哦。现场洋溢暖暖的温馨氛围，不但让长辈回忆童年的美好，也增添了人生丰富的经验。长辈们展现苦练多时的演技，虽然看得出几分羞涩，但卖力演出还是赢得全场掌声。还是要刺激一下啦，让这些长辈哦，他们说哦，我老要背台词，事实上让他们背一下，让他们刺激一下。现在反而是过度以后，他们很高兴。哎，我觉得这个算这种红道的这种戏剧哈，对他们来讲，我觉得是可能难度有点高，但是我就觉得有一些收获。红道老人基金会以用爱关怀老人，致力推动高龄友善社会，希望老人家们走出户外，舒展身心灵。这次特别结合翠屏里及秀昌里的长辈们，在翠屏活动中心演出了一场精彩的行动剧。我都舍不得煮，为了保持厨房的干净，来吃便当，是吃便当，哎，吃便当，吃便当，吃便当啊，吃便当。现在政府也讲长照2.0嘛，那除了长照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长辈的预防照顾。那我们希望长辈可以走出家门，因为很多长辈可能他白天是一个人在家，甚至独居，那透过是据点的活动、社区的活动，他可以多一些社交。长辈们花了3个月的时间练习，努力背台词、练走位，诠释童年记忆挥金钩的故事，带给现场幼儿园的孩童们一场欢乐演出。这种活动我从来没做过呢，啊，足趣味的啦。本来哈，我们什么都不懂啊，哎，可是也不知道我们有演戏的细胞，我们也不知道啦，哎，啊，经过那个时候，他们红道来哈，3个月的调教后，让我们成长很多啦。透过这场联合发表会，长辈们能有一个展现健康活力的舞台。但对银发族长辈来说，站在舞台上表演，不仅展现健康活力，也能丰富人生。港都新闻李嘉龙、洪静怡采访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看准南台湾烘焙师傅的精湛手艺，特别举办美国烘焙发表会，使用的食材都是美国生产，再搭配台湾师傅的创意，以新颖食材希望满足消费者味蕾，不仅美味又主打健康，期待持续满足消费市场需求。这些蛋糕、面包及饼干看起来精致又美味，食材来源可都是来自美国。这是美国在台协会农业贸易办事处看准南台湾师傅的潜力无穷、创意无限，与在地店家合作，希望借由师傅精湛手艺，开发兼具美味及健康的西点。所以我们所有的那个美国的油脂的那个原物料啊，这是南台湾、北台湾，全部的那个全台湾都可以啊。大部分的那个面包还有那个西点，当然要配合你们台湾人的那个口味，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他们是用你们自己的那个材料啊。其中由高雄参旅大学烘焙系的汪文雄师傅与其他师生合作，打造时下最夯的彩虹蛋糕，利用生产于美国的巧克力、蓝莓馅、果干制成，别出心裁的设计相当吸睛。这个蛋糕呢，那是我们学校的，就是我们学校的同仁，那汪文雄汪师傅带领的学生一起来完成的。那最主要是一个彩虹蛋糕的概念，那这彩虹蛋糕里面所有的彩虹的颜色呢，都是用美国食材来做搭配来做使用的。这个蛋糕跟同学大约做一个礼拜，因为从基础到做完完成。最近刚从世界面包大赛勇夺冠军，面包也出现在会场，以低温长时间的发酵技巧，加上美国小麦面粉及芝麻，增添香气及口感。我们会选用美国的核桃啊，其实是不断的经过一些努力或尝试，然后觉得美国核桃吃起来跟我们店的那个面团，因为我们是用美国小麦去研磨的面团，所以搭配起来的话组合性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美国在台协会期待与更多南台湾师傅合作，为美国食材找寻新契机，也协助台湾烘焙业更繁荣。港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盐城区历史发展相当早，不但保留了许多日治时期的老建筑，现在更是大受艺文人士喜爱。尤其博尔艺术特区更是文创聚集地。本集盐城区长严次山将介绍道地人气小吃，分享博尔最新进驻的创客中心，还有更多精彩内容都在12月14号晚间9点准时播出的《公立侯立哉》。盐城区发展历史悠久，古早味的道地小吃，怀旧老时光也满足饕客味蕾。盐城区大家长严次山区长一开口推荐，就滔滔不绝，怎么也停不下来。其他呢，像糕饼的部分那像三郎面包、餐包啊，沙坡弄那个高平小铺的那个幸福饼那是非常有名的，吃了真的会有幸福的感觉啦，所以它取这个名字跟包装都非常的讨喜，真的让我们吃了会有幸福的那种感觉在。除了美味多元的澎湃小吃是到盐城区绝对不能错过的特色之外，还有博尔艺术特区富含新旧交融的艺术创意，难怪吸引台湾甚至各国艺文人士到此发芽生根。大义仓库群呢，现在包含了有大港的制造特区它里面有很多的工作室，可以让你在短时间里面做出你自己属于你特有的那个物品来。那这边还包含了我们的成品书店，还有印八九那个电影院，还有我们的剧场的部分，都很多的也包含了很多的文创商品。透过盐城区长带路走访，不但对盐城区有更深入的认识了解，也期待源源不绝的青创能量继续让盐城发光发热。还有更多关于盐城区的点滴特色，都在12月14号晚间9点准时播出的《公立侯立哉》。港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一则遗憾的消息，文学大师余光中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他生前所任教的中山大学14号上午证实，余光中早上10点多在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不幸病逝，享受90岁。
画面上是今年四月余光中出席高雄邮局举办钢笔达人书写比赛的活动情形，当时他担任钢笔写作讲座的代言人，吸引许多民众参加。根据了解，余光中最后一次出席公开场合是在今年十月庆祝他九十大岁的时候，后来疑似因为小中风住院，紧接着肺部感染转进加护病房，直到上午校方宣布他不幸过世。而余光中此次消息传出后，亲友都十分难过，中山大学师生对于文学大师离开也感到相当哀痛。接下来请看港都生活讯息。青年港都有线电视升级影音服务，推出 BBMOD 行动 App， 手机完成下载后，只要跟家中的机上盒完成配对，不论用电视或手机都可以看电影哦。而且现在下载 BBMOD 就可以享受15部电影免费观赏，详细的下载及使用方式请上青年港都官方网站查询。那么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如何呢？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带你一块来关心。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时多云，气温18到27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晴时多云，气温16到26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时晴，气温16到23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短暂雨，气温15到25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罗少君，我们下次再会。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让我娱乐不中断。任何时候想看就看，我的随身好伙伴 BBMOD。BB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 BB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账单、频道节目和 VOD 点数等。行动账单、客服资讯带着走，各项需求一次满足，比一比 ，BB 最聪明，快去下载哦！请查青联港都或上官方网站查询。要将一块平凡的茶壶刻出一身红啊，就必须要用心看、细腻做，每一个动作拢袂当停顿，才会当做出有灵魂的作品。
这就是阮用心的态度。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最高啊，那亲像伫咧过生活，简简单单，一点嘛袂复杂。不过，那是有用心，同款嘛会做出予人感动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BBMOD 让我把家中影音娱乐带着走，我的随身好伙伴 BBMOD， 一步一脚印，深入在地，记录时事，掌握高雄脉动。周一至周六晚间六点，最关心高雄的新闻，港都新闻。想了解健康养生，膝盖脚尖朝前，好甜哦。嗯，流行资讯，哇，布灵布灵的东西，手工饰品，民生消费。它这一头的话就是电锅连接的地方，亲子育儿，有小朋友比较不容易打嗝。对，所有精彩内容都在每周五晚间九点半，爱家好生活。